是摔了，你现在没什么事儿吧？哪儿不舒服吗？对，反正这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来，我们给你扶起来，行吗？行。来，您慢点啊。来，您没喝酒吧？没有喝酒，没事是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大爷？迷糊吗？现在？现在绝对不迷糊。你别往后仰啊，大爷。你有点往后张啊，我这看。啊。你哪地方疼了？哪儿也不疼。感谢啊，没事，都应该坐的，您顶过来，哎，您坐着歇会儿。定了，您是有点迷瞪吧？是有点迷瞪啊。找一下您家人啊，找一下家人，咱过来接您，怎么着？我给您送回去都行。